诡异的空间里埋伏在我们周遭的力量就要显现了。好深哦！啊啊啊！什么？这个绳子吗？等一下，从那边来的，从我头上砸下来，是这个东西吗？你有看到？我不知道啊。我有看见。啊，好像捆人的绳子哦。先把它放回去好了，不好意思哦。你知道吗？那有这边居民讲说，那个女孩子被发现的时候，真的，在哭。那个女孩子被发现的时候，双手是被捆起来的。真是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怎么办？有没有忍得住吗？有一些浴室，这里面有一个怪味。还有一个不知道破掉了什么东西，好臭！哦，这里面味道真的……怎么了啦？他没有绿油精还是什么的，万金油之类的。这样子啊？是因为想上厕所那种痛吗？还是怎样？你讲。真的脚痛。你要不要先蹲一下？那休息一下。他说不是想上厕所那种痛啊。还是你觉得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就觉得。你刚有没有拜拜？没拜。你刚没有拜。先出去外面好。先上休息好了。去外面休息，行。有没有绿油精还是什么东西、啊？稍微擦一下。接下来怎样？是因为这个地方的关系。鬼话外勤队通常都会在事前烧香，敬告当地灵界朋友。但煎饼小杰可能因为一时的疏忽忘了拜拜，难道是因为这样而导致灵体向他靠近吗？老板。你代替搜索好了，你带摄影师下去，就是看有没有什么我们还没发现的地方。然后，这个小杰先这边休息，休息一下。一台机器跟着，想看有什么状况。跟着那用。我们留下来照顾他，那你们继续搜索，然后看有什么状况，随时回报这样子。我一个人吗？对。摄影师都会跟你啊。我先叫他先休息啊。好了，就这样子好了。你行不行？没关系啦，我们照顾他。那你们继续把任务完成。好，那就在这边休息一下。你要小心一点哦。好。你要给他看他是一个人。你说有个伴，可以聊天，还可以坐。现在是一个人的。有个人更可以跟我这样牵着手走，我还比较不会怕。因为牵着手不是会有结界还是什么的，我自己一个人就好恐怖。还是很痛吗？不好意思。凌乱而神秘的空间里暗藏了什么玄机呢？小黄独自一人能够完成任务吗？当地亡灵的怨念会向他侵袭吗？不好意思。这是不是员工宿舍啊？你们看一下。啊，他是撞我一下那个东西。这员工宿舍它有好几个床位，还有它有贴一些很久以前那个海报。啊！这个小的，我在刚才讲那个东西在干嘛呢？不好意思，这员工宿舍该不会有出什么事吧？那边还有鸡的羽毛啊，那个什么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毛啊！曾经是员工宿舍的空间里发生过什么惨绝人寰的事件？传出腐败气味的猫尸是自然死亡，还是遭受什么力量杀害呢？一连串的诡异事件是当地亡灵的呐喊吗？
放轻松，然后讲故事。哎，我那个脚好痛。骨头都跑出来，你们看一下，仔细看，有骨头都跑出来了，好臭！都还没，有人有在哭的声音啊！有没有问题啊？你看一下好了，地上有皮带，还有那个好像是女生的发箍，然后那个床上有死猫，柜子里面有死猫，你柜子里面有死猫。好恐怖！为什么最后有死猫啊？很不舒服啦。嗯。可是真的看到猫很不吉利耶。啊，我不爱啦。怎样？我不爱了。怎么不要？嗨，我哈？怎样？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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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没有万金油还是绿油精？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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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那都受伤了啦，他的手，他挣扎着，他挣扎着，他刚一直不让人家捉我，不要下去，小姐。他怎么一直抖啦？他一直在发抖。小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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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就是很不舒服了。小杰，小杰，小杰。小杰突如其来的歇斯底里，是磁场的影响，还是灵界力量恶意的侵袭呢？怎么办？小杰，他翻白眼啊！不断发生的重重危机让外景队遭受前所未有的灵界攻击，这次能顺利完成任务吗？